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Oracle 系列基础教程。本次课呢，我们将学习的知识点是 distinct 的关键字。 distinct 的呢，是指唯一的意思，获取唯一的知，那么它是可以去掉重复知的。那为了更好的理解 distinct 的这个关键字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练习。查询雇员信息表中所有的职位信息哈，就是 job 这一列。那接下来 ，CNAC 的 job from EMP 表行不行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总共有14条记录。哎，我出来的也是14条记录，但是你会发现，比方说像 Clark 支援，哎，它有好几条 Clark 的记录 ；Salesman 销售也有好几条记录。我呢要获取雇员信息表的所有职位，又不想获取重复值，怎么办呢？那么就会使用 distinct 关键字。现在呢，我在 job 关键字之前加上 distinct， 执行一下，哎，这样子就出现了去掉重复值之后的职位 ：clerk、salesman、president、manager 和 analyst。OK， 这个就是 distinct。但是哈，如果我在 distinct 的列之前加上一个 elem， 哎，他会说缺失表达式哈，缺失表达式，因为他们之间的elem 呢是没有去除重复值的，而 job 呢又是去除了重复值，他们是不可以并存的。好的，这个就是 distinct 的关键字。好的，这就是本次课的知识点 distinct 的关键字。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见。